黄姐妹，都好吗？老莫你好，乐哥你好，Hello，你好。Kitty 好。好，谢谢，Kitty 好，好，谢谢。大家都吃了吗？中国人最喜欢吃了吗？吃了没？吃了，外国人也说吃了没有哈，是吧？也会说是吧？没有，就我们说。他们不说，他们见面怎么说呢？哈，咱们见面就问你怎么样，都好吗？咱们这个读到哪儿了？咱们应该从这个十六节开始读了，对吧？这一段应该来说相对还比较容易懂。我们再稍微等一下，看看其他的哎人。，Kitty，你现在念那个版本，中文那个版本，跟盲目那个版本有没有差很多？不是很多，但是有分别。还是有分别啊？OK。但是对，因为对我来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明白呀。因为那我个是最早台湾翻译的，后来大陆就根据那个台湾翻译的做了修订。对，修订过之后的版本应该稍微好读一点。对啊。那大陆这个版本好读一点吗？可能就是更口语化一点吧，更通顺一些。这个一定要买的，网上看不到的，是不是？对，网上有的应该就是最早的台湾翻译的吧？是赵忠辉翻译的，香港吧？你在香港香吗？港是翻译。那个文艺出版社，文艺出版社翻的。没有，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只要是译本，而且这是译本之上的译本，就都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难度吧。Yeah。 我们这个书要念，就是完念完这个 Book Three 是不是？不一定，我只是想，可能我想就是把阴性称义的这个部分，对，大概把阴性称义的部分讲完吧。其实我本来是只想讲到第10章，但看看我们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较好的学习的资料。我现在的计划是读到第10章，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换其他东西读，换一些比较容易读的东西。呀，Kitty，你读到哪儿了？我就是跟这个书，但是这一次我没办没没有机会看，我就是跟着你看呢这本书来看，但是这一次可能我就跟不上了，因为我今天没有机会来看，我们今天是要16到多少？
十六，它整个它的编辑说16到28是一大块儿。对，可能我要再听你这个 YouTube 录音。今天可能我听的我就跟不上，因为我今天没有机会看。OK，对，没问题。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看这个，从16开始吧。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仰望你。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因此，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来更加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确定性，好叫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的，能够指着你夸口。叫我们能够，既坦然无惧，也能恐惧战惊的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哎呀，我看看。OK，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沿着这个，第3卷第2章的第16节开始看。我们前面基本上讲到了加尔文对信心的这个定义，他强调信心要是建立在上帝的福音之上的知识，加上对这个福音的应许的同意赞同，然后最后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确定性，对福音的这个应许的确据。所以他在接下来，在16节这里面，他就提到这个 certainty，确信，the certainty of faith，信心的这个确定性。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宗教改革时期，甚至包括到了17世纪，改革中的正统派们，都非常的强调这个确信，信心必须拥有这种确定性。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16，他上来就说，加尔文上来说16节，他说关于信心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该将神怜悯的应许只应用在别人身上，而是从内心接受他们，使之成为自己的。所以这就谈到了信心的确定性。而这个确定性的这个属性，加尔文说必须是信心所具备的，所以你看加尔文在这里面的用词跟海德堡，用法很像，对吧？海德堡说这些上帝这些应许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我，这是信心的最关键的一步。我们不能只是模糊的认为说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以他的怜悯对待他的百姓。这的确是真实的，但是我信心说的是，我必须，是相信上帝的这些怜悯也是给我的。然后接下来他就引用这个罗马书，这里面说这种平安的确信，对吧？这种确信会带来平安，所以信心，当中的这种确定性会给我们带来平安。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确定性，我们的良心就必定惊慌，而且几乎崩溃。所以他在这个1、2、3、4、5、6、7第7行，他说：“总之，我们唯有确信神是慈悲良善的父，并且按他的慷慨应许万事，才是真正的信徒。”所以这种信心的确定性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改革派一方和天主教一方的一个辩论。后来在这个到了17世纪初期，在荷兰的亚米念派和改革宗的正统派之间的辩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都是这个信心的确定性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天主教会说，
你不能找到信心的确定性，这种信心的确据对人来说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如果你确定你得救的话，对于天主教来说，那么你就会懒惰，你就不会努力成圣，所以对你的敬虔是有害的。同样在17世纪的亚米念的争端当中，抗辩派也就是亚米念派，他们也几乎用同样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就是说，一开始抗辩五点当中第五点，他们说的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上帝会保守他的选民一直到底，得救到底，对吧？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继续的再思考一下。但是等到多特大会召开的时候，抗辩派里面的领袖们基本上已经确定，说这个我们否认上帝会保守他的选民得救到底，所以没有人能够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跟天主教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他们认为，如果你有得救的确据的话，这会对你的敬虔有害，你就不会努力了。但是宗教改革，不论是路德宗可能后期最主要的是改革宗，路德宗在这一点上也慢慢的有一些后退。但是最主要的是改革宗这方非常强调这个信心的确定性，这种确据，而改教家们甚至说把这种确据就是纳入到信心的定义当中。如果没有这种确据，信心则不是信心。但是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加尔文也会提到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直都是很刚强的信心，不是一直这种确定性都很明显。但是这种确定性必须是要有的。这里面接下来，所以他在这里面引用了希伯来书3章7节，他说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对吧？所以这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不应该夸口，对吧？夸口，我们不应该指着自己夸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指着另外一位夸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种有一点类似像这种很放肆的或者放胆的，有这种胆量，有这种勇气，可以说出来这样的确定性的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可以夸耀一些东西。而我们所夸耀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出于我们的信心的确定性。我们可以夸耀，上帝的应许是我们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面接下来引用了罗马书8章，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个保罗的这个深信，这种确定性，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使我脱离基督的爱。那这种，这是什么？这是不论是将来的事，对吧？就是表示保罗非常的确信他会一直拥有基督的爱，直到永远。那这就是得救的确定性，这种深信。所以，加尔文说，这种信心的确定性是圣经明确教导给我们的。而且，除非我们有这种确据，除非我们有这种确定性，否则我们的信心就不是完整的。那保罗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我想，我们甚至可以加上，不论是生是死，对吧？甚至是我的失败，我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软弱，我的一切的罪，甚至包括我的怀疑，这些都不能够使基督的爱与我隔绝，因为那个确定性的那个根基不在于我的主观感受，而是在于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个是，
非常重要。当然，这个关于确定性的这一点，在17世纪 会因为17世纪的神学家们就是整体来说，把个人的经历、经验、感受的这种这个层面，把它更多的讨论出来。所以17、18世纪。神学家们有的时候会提到，就是说，真正的信徒可能并没有，暂时并没有完全得救的确据，这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是从一个客观的信心的定义角度来说，而是从主观的感受的角度上来说。从主观上，可能一个人有得救的信心，但是他却暂时没有感受到或者没有经历到自己不确定自己有得救的信心，这是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信心本身来说，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信心它最重要的就是把上帝的应许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这种倚靠的作用。然后接下来第17节，他提到就是说有人的一些反对，这个反对的意见，就是前面最开始，你看加尔文的论述，每次他都会先提一个反对意见，然后他先把自己的立场说出来，然后有反对不同的反对的意见。那这个第一个反对的意见就是说，他说信徒们的经历和你说的不一样，对吧？你看。这个他当时在16世纪的辩论当中，这个天主教就会用这个个人的经历来驳斥这个加尔文、改教家们他们的一些论述。而信徒的经历不是你说的这样，他们虽然确信神对他们的恩典，但是心里面依旧受到试探，并且不断的被可怕的恐惧所摇动，所搅扰他们的试探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与确据这个说法极不相称。那加尔文说，为了确实我上面以上的这个教导的教义，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个难题，对吧？所以你看，上来加尔文就直接谈到这个主观的感受跟信心的确据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问题。所以加尔文在这里面做了一个让步式的辩论，也就是他承认的确从主观经历上来说，我们并不是一直能够感受到信心的确定性。他说，虽然我们教导信心应当是坚定不移的，然而我们想象不到任何不被疑惑或焦虑所攻击的确信。另外一方面，信徒也一直不断地与自己的不信征战。我们以上所教导的，并不是说信徒无愧的良心不会受到任何征战的搅扰。所以你看，加尔文并没有把这个话说得特别的死，他承认主观经历上来讲，我们依旧会有非常多的征战和挑战。但是他接下来说，然而我们仍要说，无论信徒遭受怎样的患难，他们都必不至失丧神的怜悯所赐给他们的确据。而加尔文说，OK，这个确据是如此的根基性，以至于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些焦虑、疑惑和这种不信，尽管我们会受到这些搅扰，但是这种确据依旧是不受到这些事物的影响，它的本质并没有变。甚至是哪怕是我们在非常低谷的时期。这种确定性，它必须不能被连根拔除，否则的话，信心就不复存在。所以，这个确定性一定还是要在的。他接下来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大卫的例子。所以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有点效法路德，对吧？当他一提到灵修，提到这种信徒的征战，他马上想到的就是大卫。就诗篇给我们看到，对诗篇非常的重要，对吧？就是诗篇是信徒的这个心理精神的一个教科书。
所以有谁想要在上帝面前夸口自己的刚强、自己信心的伟大，你就去读诗篇就知道，诗篇的作者多少次的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不幸、把自己的痛苦、疑惑都摆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加尔文在这里面也引用大卫，来提到他这一点，就是说，尽管信徒会受到这些征战，但是他依旧有那个确据的根基在。他就提到，他说他常以无数的叹息宣告自己心里的不安。我们只需要列举几个叹息的例子即可。当他责备自己内心受搅扰时，不就是在对自己的不幸发怒吗？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愁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对，然后这个。所以这个诗篇简直是太美了，就是有谁能这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说话，然后甚至对自己的心说，对吧？你应该仰望神，你为什么在这愁烦？就是他好像变成了两个人，对吧？从自己里面抽离出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他说：“我的理性上明白，我的头脑上知道，我应该仰望神。”但是我的主观经历，我的内心现在正在经历这种愁闷、这种烦躁。我这种主观的经历上，我不确定我正在仰望神。你看到他这个，这是这种信徒的这种挣扎，对吧？他说，的确，这种深深的忧郁就是他不信的明证。就如大卫以为神已经离弃他，他在另外一处清楚的告白说：“至于我曾急促的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这是主观经历，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区分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经历。就是信徒，真正的信徒，他从主观上可能经历，觉得说自己与上帝隔绝，但是在事实上他并没有与上帝隔绝。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另一处经文，他说他也与自己的焦虑和痛苦的困惑挣扎。他甚至开始怀疑上帝的属性，难道神忘记开恩？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他接着说的这句话更加明显，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在绝望中，他责备自己是该死的，不但承认自己内心的疑惑，也仿佛他在这场征战中扑倒了，感到自己无路可走。他以为神已经离弃他，并用从前扶持他的膀臂丢弃了他，因此他不得不劝自己的心归向上帝的安息，因他已经亲历过在暴风大浪中颠沛流离。但是你看，这个加尔文就引用大卫的话说，对吧？所以加尔文说，承认的确，真正的信徒，他们的信心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他的发出这些祷告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的信心的那个对上帝的那种依靠的那种确定性，并没有完全的失丧。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第三段，他说，即使当大卫似乎即将崩溃而自责时，却仍没有停止仰望神。人若与自己的软弱征战，在极度忧虑中仍然寻求信心，就几乎完全的得胜。所以这个是信心在与软弱征战的过程当中的得胜。因为大卫说：“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说：“你要等候耶和华。”所以这个信心怎么胜过这一切的软弱呢？不是因为信心本身有多刚强，而是恰恰是因为信心在这种软弱当中，它依旧能够向上帝转向上帝，信心依旧在发现自己的罪、自己的这种周围的周遭的这种所遭受的苦难、自己的焦虑、自己的痛苦，在这一切当中，信心依旧可以转向神，这就是信心得胜的地方。
有信心得胜，并不是说啊，我一直都是很刚强，我一直都是就是这个一点没有疑虑，这不是信心，这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信心得胜的方式。信心得胜的方式是在各种各样的困苦当中、征战当中，依旧可以转向神，然后相信上帝的应许啊，所以这个是信心得胜的地方。所以他在接下来对比了大卫和亚哈斯，对吧？然后这两个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先知也给亚哈斯传福音，先知把上帝的应许的话赐给亚哈斯，但是亚哈斯没有信心，亚哈斯并不认为上帝的应许是给他的，所以亚哈斯说：“我不是，我不想听你说的这些。这跟大卫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大卫就算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依旧相信上帝是要拯救他的。在他最犯罪堕落的时候，但是他依旧会祈求说：神啊，求你不要叫你的圣灵离开我。”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所以他依旧相信上帝是可以拯救他。所以他这里面说，信徒虽然被诱惑击打，并且几乎被击溃，但仍然得胜。当然，这个过程是充满着艰辛和困苦的。所以这个是，与这个试探征战的信心。对，这个试探会让我们陷入到焦虑或疑惑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转离上帝，信心不是转离上帝，而是回转向上帝。然后第十八节这里面，他接下来就接着延续这个前面的这个信徒的经历并不是一直确定的这个问题来讨论。他说，的确，对吧，敬虔的人感到内心的征战，这就是律法跟福音，对吧？你就是仔细，如果你们之前了解这个，听过路德的这个 Anfechtungen， 对吧，这个加尔文在这里面讲的很像路德的所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状态。你看他律法跟福音使敬虔的人内心当中产生这种征战，他一方面体会到上帝的良善而快乐，另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灾难而痛苦和忧伤，他一方面依靠福音的应许，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罪的确证之下战兢，一方面因盼望得生命而欢喜，另一方面因面对死亡而战斗。这就是路德所说的这个 Anfechtungen 的这种状态。但这是敬虔的人，这是实价神学家的 Anfechtungen， 是一种挣扎的状态。然后加尔文说了一句话，对吧，这个他说这些挣扎都是因为信心不足而产生的，但是他说在今生，这句话很重要，在今生我们不会成圣到完全摆脱自己的不信而充满信心和被信心全然占据的这个状态。所以加尔文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ism， 叫什么 professionalist， 他不是一个完全成圣主义者，对吧？这个完全成圣就是约翰威斯利他提到这种完全成圣，就是他说这个信徒可以在今生达到一个完全成圣的状态，对吧？但是加尔文会说很实际的告诉你，不会的，我们今生的成圣不会完全摆脱不信。然后他就这里面又提到说，既然信徒心中的确据仍然混有疑惑，难道我们不应该说信心不是神给我们清楚确实的知识，而是对上帝旨意模糊混乱的知识吗？对吧，你看就是他又开始提到这些人，这个天主教的这些他辩论的对手会说，加尔文说不，当然不是。他说，因为即使我们被各种征战搅扰，却不至于完全失丧信心；即使我们四周受不信的围困，
却不至于陷入到不幸的深渊。我们如果受到击打，也不会被打倒，因为这征战的结局总是信心最终会胜过围攻他的仇敌。然后再接下来说，软弱的信心也是真信心。所以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自己的主观感受上，是吧？如果你把你的目光只定睛在我今天这个怎么焦虑了，怎么忧愁，怎么不信，把我的目光只定在这下，那它一定会削弱你的信心。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当然承认这些我们的软弱和不信，但是信心的目光不是定睛在这些东西上，信心的目光是定睛在上帝身上和上帝的应许身上，对吧？就是最更集中的是信心的目光定睛在披戴福音的基督身上。所以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基督的时候，信心就必得胜围困他的仇敌。所以即使是最软弱的信心也是真正的信心，最软弱的信心也能够抓住最强大的救主。最差的势力也能感受到阳光的这个为阳光的温暖和这个明亮，对吗？所以即便是微弱的这个光，上帝怜悯发出的光，也能使我们获得确定。然后二十节他提到软弱的信心，接下来继续讲这个信心，对吧？他说这个保罗也提到我们今天知道的是有限的，是模糊不清的，但这并不是说信心是对上帝旨意模糊混乱的知识，而是说我们在今天所了解到的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是对这有限的一部分，我们是至少是对上帝启示出来的这部分，我们是有确实和清楚的知识的。所以他还是在回应上面他的对手所提到的这些对信息模糊混乱的知识这样的定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说保罗在这里面所暗示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的信心不完全，所以信徒必须不断的学习。而且每一位信徒的无知都会拦阻他如他所渴望的那样亲近神。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那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如果是一个真信徒的话，他的内心都渴望亲近神，但是因着自己的罪和无知，我们都无法在今生任何的时候都无法达到说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那么亲近神啊。所以信徒的一生是一个很一直活在一个不满当中，就是一直活在一个痛苦挣扎当中，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成圣还不够啊，这是肯定的啊。那接下来这个他说这个，因为我们人与生俱来都有不信的倾向啊，这是在下一段1234，对吧？我们之所以会疑惑和恐惧，因为我们有与生俱来不信的倾向。今天你先想想如果你真的去扎根的去问你的内心的问题，上帝真的赦免你了吗？对吧？当你越成圣的时候，你越看到自己身上的罪，原来你看不见的罪，现在你都看到了，对吧？比如说你原来，不会因为你自己这个没有耐心而感到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等到你开始成圣，你开始发现。你的不耐烦，你的这种容易被激怒的这样的状态，就是你的罪
然后你就开始，我开始发现，哇，原来我的罪有这么多，对吧？然后，然后你就开始想，上帝真的能赦免我这样的人吗？然后你开始陷入到焦虑和疑惑。然后所以反而在你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受到良心上的这种谴责，对吧？有许多的引诱不断猛烈的攻击我们，当我们的良心在许多的罪恶的重担下，有时叹息，有时埋怨，有时自责，甚至有时公开的违背神。不论是患难还是我们的良心，都向我们彰显神的愤怒。不信就从此找到了攻击信心的武器啊！所以不管是你自己的罪也好，还是你所遭受的苦难，当他们攻击你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尔文说，所有的这些不信对信心的攻击的目标，就是借着这些苦难罪，使我们认为神是恨我们的，神是反对我们并且恨我们的，所以叫我们不期盼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所以让我们不期盼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并且让我们惧怕神，就如他是我们的死对头一样，所以这是那个一切的不信所产生的结果。然后接下来他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为了抵挡这些攻击，信心要怎么要用什么来征战呢？他告诉我们要用上帝的道，用上帝的话。信心当这些任何的试探攻击我们的时候，仿佛暗示神不喜悦我们，因而是我们的仇敌，对吧？就比如说当你得了一场重病，你可能会想，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生这场病？比如说我们失去亲人，或者我们在工作上的失业，或者我们的配偶背叛我们，然后这些非常重大的苦难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是吧？上帝，你到底是不是爱我的？还是你要与我作对，像约伯一样，是吧？但是信心回答，虽然神使我们遭难，却也向我们发怜悯，因他是出于爱而非愤怒在管教我们。信心提醒我们，只要罪人投靠神的怜悯，神就必赦免一切的罪孽，对吧？比如说不是苦难，是罪。比如说我为什么又我可能这个罪让我挣扎了这么久，对吧？神，你为什么不帮我，不改变我？为什么还要让我陷在这个罪里？是不是你就是想要审判我？这些都是信徒可能会产生的这种状态。但是信心提醒我们，上帝要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投靠他，他就赦免我们。当圣徒似乎遭受神的报应时，他们仍可以向神来抱怨，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你可以向神抱怨，这并不是不敬虔，而是真正的信心。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些真正相信神的那种信心的伟人，诗人、诗篇的作者像是始祖就是族长亚伯拉罕他们是可以用敬虔的信心向神发出抱怨，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上帝的良善和慈爱。当神似乎掩耳不听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求告他。想起了耶稣用的那个比喻，对吧？那个一个不公义的官，这个寡妇他要有这个求这个官，但是这个官他不是公义的，但是这个寡妇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最后这个官嫌麻烦，对吧？就说好吧，算了，帮你做了。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信心，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的信心。
不断的求，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祈求。然后他说，如果他们不期待从神那里获得安慰，那他们求告他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上帝的话是信心的武器。所以大卫会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接下来他这边描写了信心如同一个战士一样，就是信徒如同一个战士一样，这个信心是他的盾牌，对吧？他虽然受到攻击，但是他可以用信心来抵挡他的仇敌的一切的攻击。所以他这里面说到这个约翰所说的，使你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你们的信心，因为信心可以抵挡世界发就是给我们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患难都不会让我们远离神。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其实我最近在跟一些人聊天，就是很多的非信徒，很多的人认为基督徒信主，基督徒信上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他们认为说，如果他们这些需求，这些生活上的、物质上的这些需求，比如说病好了，或者是比如说脱离了财务上的这些困境啊，或者是就是反正是你能想到的吧，精神上的慰藉啊等等，如果他们没有这些经历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继续信了。这是很多人非信徒对基督徒的信心的理解，对吧？而且这也是很多这个很可惜的是，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信心的状态。而且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也就是这么做见证的，对吧？我当时很痛苦，我经历了一些苦难，我经历了什么，然后我一信了，然后上帝就把我带离了这个苦难，好像似乎是这是我信他的唯一的原因。但是加尔文在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信心，就完全超越了这他们非信徒的想象。他们不能够想象为什么一个让你受苦的上帝你还要信他。但是基督教所信的就是约伯所信的就是那个让他受苦的上帝。约伯所信的就是说这里面有556页第1,2,3,4,5,6第5的第6行，他说使信徒绝望的最大缘由莫过于在患难中开始以为神将毁灭他。然而约伯宣告，即使神杀他，他也不会停止仰望神。这个想破脑袋非信徒也想不明白，即使上帝要杀他，他依旧要信神。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难道对吧？这就是诗篇第22篇，对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能够胜过世界的信心，因为上帝比我更重要，因为哪怕上帝要杀我，但是上帝比我更重要，我依旧要仰望他，因为他必定有他的美意。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上帝你怎么想不明白，你要赐给我的应许，你要给我一个儿子，而且神迹般你把这个儿子降生在我的家里，这是我最为宝贵的事情。因为当时还记得亚伯拉罕对上帝抱怨说，你给我这些财富对我有什么用呢？这些财富并不是我的偶像，我最关心的是我要有后嗣。这亚伯拉罕直接把自己心里的偶像说出来了，对吧？我最关心的就是我要传宗接代啊。上帝说好，我给你，那你既都把这孩子给我了，为什么你还要我杀他？因为上帝要把他的心中的偶像除灭，因为上帝要让他完全的
就是那个信心的对象完全的指向上帝，上帝绝对有办法让他完全无条件的相信，即便上帝要杀他的儿子，他也要仰望上帝。所以我们不知道的，所以那个才是基督徒的信心，那个才是基督徒的信心。所以非信徒想不明白的，非信徒觉得太愚蠢了。但是只有这样的信心才是约翰说的胜过世界的信心，而且这样的信心能一直战胜世界直到最后。所以这个是我想今天可能我们就讲停到这儿，因为接下来他会讲到这个恐惧的问题 ，fear， 惧怕恐惧战惊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等到下周再讲信心跟恐惧战惊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前面这个，我觉得加尔文这段论述对我们来说太有帮助了，就是信心一方面又是确定的，一方面又是软弱。加尔文没有把这两者二选一。说如果是确定的就不是软弱的，但是说是的，软弱的信心依旧必须是确定的，就是非常非常有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咱们一起讨论一下，看看大家读过这一段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乐哥有什么想分享一下吗？我没有特别读，哈。不过加尔文讨论信心，他讨论很细，非常非常细了。他对信心的这种定义，就是抓住神的应许这种定义，我觉得就对。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到底，这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里面，其实会不断的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主了。因为你的，有时候是对神的应许的一种误解。以为神一定会保护信徒，我们一定不会受到任何的苦难。有时候是自己的行为一直达不到神的要求，会觉得说，上帝应许要把这个律法刻在我心上，圣灵要内住在我心里，可是为什么还常常在犯罪？所以会对自己的得救会产生怀疑。碰到这种情况，有时候信徒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因为一方面是你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拿给我两个说你把信心拿给我看嘛，可是我又做不到，我拿不出来，那我就是没有信心吗？所以有时候这种挣扎是很痛苦。所以在这个挣扎当中，你怎么得到那个确据？我觉得这种真正的确据就是在这种挣扎当中你才会得到的，那才是真正的信心的那个明证。对，信心需要经过磨练才能检验出来。对，我记得之前听那个康莱昌牧师讲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和想象，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讲的挺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又没办法不信了，对吧？因为我们真的信了，对吧？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信到我们想要信的那个程度，我们就只能在这种区间，信与不信的区间在这里挣扎。然后也许这就我们就这样过完一生。然后但是直到那天，直到那个我们所仰望盼望那个现实真的降临的时候，那一天我们所获得的喜悦将会远远的胜过我们今生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和疑惑。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罗马书里面讲的，就是保罗说他我真是苦啊，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跟信心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肯定也有关系，但是他在里面讲的是这个，在因为自己的罪嘛，对吧？第七章讲了自己的跟心里留恋，他是信徒的罪嘛？对，就是他想要做的做不出来，他不想要做的反而去做，就是他对律法的这种无能，无法靠自己来胜过罪。当然，这也会现也会影响到信心，对吧？都是相关的。对，我真是苦啊，对吧？对，那连保罗都有这样的经查，那普通信徒是不是很多就情有可原呢？对，就是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对吧？但是我们同样的都是但是意识到自己的光景，可能回过头来看啊，也不奇怪，就是对，不奇怪，对，就是情理之中，但是依旧是。就是依旧还是会受到这样的挑战，对，上帝的律法不变，对吧？上帝律法不会说因为说法不责众，对吧？大家都做不到，那算了，我降低一点标准吧，不会，对吧？呀，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也见到有的。我也看到过有的信徒，他们不是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当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人的真信心才显现出来。就真的是你要过得顺的时候，你是显现不出，就是不是特别明显。你顺的时候大家都，但是一到苦难的时候就检验出来这个信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如果当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虽然很痛苦，他虽然有疑惑有挣扎。然后包括就我说的苦难，包括罪，是吧？但是他的心永远是转向上帝，尽管他有的时候很痛苦，他不敢转向上帝，甚至他觉得上帝会，就是上帝的律法会定他的罪，他会感到很痛苦，但是他依旧转向上帝祈求，恳求上帝来怜悯他。而我也见过有的信徒能面对生活的苦难，对吧？比如说，就是反正面对生活苦难，他就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信了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于是他就决定不信了。所以你能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信心就被这个那个所谓的那个信心就被苦难击垮了，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转向上帝，永远相信上帝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在他的心里。他只是为了获得一些东西，对吧？来，他没有办法像约伯说，哪怕神要杀我，我也必定仰望他这样的心情，那就很容易被击垮。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信心的这个时间呢、啊，时间性，我就说，按照这个加尔文的这样的描述的话，那我们将来到了天堂也是需要有信心的。对，我们到天堂不会是不信的，就是信心完全的。我们到天堂不会是不信的，对吧？只不过信心变成了眼见，所以你不需要那个时候信心是完全的。对，比如说我在天堂里面，我爬山走迷路了，我相信我仍然有神的保守，比如说，对不对？那就不会抱怨了。嗯，对，如果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这样说的，就是到那天我们现在所信的，对吧？比如说身体复活，比如说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上帝公开宣判我们无罪，上帝接纳我们进入到新的创造，上帝要复活整个世界，我们现在所信的都现在我们看不见嘛，但是到了天堂之后，这一切都变成眼见，变成现实，所以我们就。所以信心如果从知识的层面上来讲，它还没有变，对吧？就是我们还都知道这些，我们也都认同这些，但我们已经不需要去，不需要去信了，我们只需要看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现实的。对，那你要在天堂里面走的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说到底要不要存留到最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爱是存留到最后的，啊，那信心
和望呢，到底要不要存留到这个最后呢？就是如果信心变成眼见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那就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到天堂之后变成不信了，而是我们不再需要去用信心去连接那个现实跟我们，而是完全的，而是那个现实就已经跟我们完全是在一个世界里。对，我们今天是靠着信心跟基督联合嘛，对吧？为什么？因为基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而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直接面对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有一个这样的时空的跨越需要用信心去跨越，而变成了同一个时空。啊、嗯，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信心是不是可以说是眼见的信心，我不知道神学家们有没有这样的讨论，但是这样，嗯。但是很多人眼见的信心是不可靠的，至少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那就远了，对不对？当然我想到幕后，因为我完全的显现嘛，我想这些的的确确救恩就或者荣耀就完完全全成为一个现实了。对，所以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就不用，就是已经看到了嘛，所以就不用再需要这个信心来才能够这个与神连接了，那个时候就已经与神连接了。我只是说有的时候假设在天堂里面你爬山走丢了，这是能力的问题但是人对人的信心或者当时和神的状态连接来讲啊，就是与神同在的那个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哪怕你那个时候是在云雾之中这个爬山啊。对，那就是、当然这是从现代人的角度去描述将来，但我不知道，我只是从现在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个角度去描述，我只是假定将来仍然有山呐、仍然，这个物质的世界仍然是存在的嘛。有物质的世界存在的话，那总会有认知上的局限，我想，因为人不是全能的嘛。对，但是那个物质的世界也是一个不朽坏的、被复活之后的物质世界，荣耀的物质的世界，跟我们今天的物质世界也有一个不连续性，所以我们没办法用今天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今天的物质世界来对去来去对对对，因为我就像我们没法知道耶稣复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属性一样，就是其他人呢？其他大家有没有什么读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一起分享一下。那你读过加尔文说到这个软弱的信心依旧可以使我们得救，对吧？依旧是抓住什么应许的时候，会不会给你带来安慰呢？对吧？就是我觉得我至少对我来说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的信心非常软弱，对吧？但是即便是软弱的信心，依旧可以带给我们所有的在基督里的恩惠和基督自己。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讨论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慈悲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把信心的这个礼物赐给我们，而且我们能够
靠着信心来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依旧要与我们的罪征战，依旧要与世上一切的苦难，经历着一切的苦难，甚至是世人所没有经历的苦难。尽管我们会出现焦虑、怀疑，会有各样的扰乱和征战，但是主，你赐给我们信心的盾牌，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因为这信心是圣灵所生发的，也必要带领我们这一生的道路，直到最后。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刚强我们的信心，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在你的圣道当中所应许给我们的福音，赐给我们的基督，叫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定睛在他所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的救恩之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信心的强大，而是单单的依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背负我们的罪，抹除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他也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借着你的圣道，把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扎根在基督的福音之上，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在这一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刚强，直等到我们的信心变成眼见，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再次降临，是我们身体复活的那个日子，我们将永远的与他同在。主，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姐妹，还有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求你特别的保守每一个家庭，保守所有的孩子们，让他们也能够从小在这样的信心当中成长长大，保守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在你的面前度过我们与罪恶和苦难征战的这一生，能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基督的宝座面前，来继续的赞美他，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那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跟各位分享一句那个翻译引用吧。好，那个3.2.17，就是加尔文谈到信心跟棕榈树。他这里是说，他这里的翻译是信心能扶住近前之人，使他得胜如发旺的棕榈树，因他在各种逆境中仍然得胜。我不晓得这个，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英文是这样，我把它这样翻译，他说信心就像棕榈树一样，然后呢，他会顶着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重量，不断的向上拔高。我是这样翻译，我觉得他这种形象，这种形容非常生动。你看棕榈树不断的往上一直往上涨，那这信心就像棕榈树一样，它会不断往上涨，它会顶着一切的压力，不断往上涨，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我觉得这个形象是、这个很美，说的非常好。OK， 很美的形象，谢谢。好的，那大家晚安了，拜拜。晚安，谢谢。